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思明。那么，在挥弹的这个恫吓之下，台股走出了一条另外一个坦途啊，光明大道。我在这个礼拜、上个礼拜我就告诉你要来挑战季线啊，15380，现在大概只有100点之遥。那么外资在昨天翻多，那这样就是类股轮涨，个股表现。那昨天就已经有迹象，就是跌升反弹了。是目前，我昨天就跟你讲，群创这些跌升反弹的都在反弹了。那 IC 设计是对升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些比较被杀得很凶的那些，就今天会表现出来。昨天我们就开始布局。把换股操作，把资金转移到部分的股票上去了，哦，跌升反弹，哦，那么这种情况的话，今天开了一个片线的2点高盘之后往下杀，你以为没有了，没有行情，你会去换空，错了，继续造嘎，造嘎空，他甚至于啊，在期货还给你搞个正价差，你真的是欲哭无泪。现在刚刚盘中曾经搞到正价差，哦，15286，盘中曾经搞到15309，对不对？大盘有没有搞到15309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大盘在这边，今天最高点是15332嘛，对不对？差50点了，哦，那这个行情表示什么？仔细看多，你不要怀疑政府在护盘的。用心，因为它套得很严重。台积电、鸿海、台塑、国泰金、富邦金都是他们的投资组合，难怪他们要输那么多。因为这个是不讲绩效，这是安全性的所谓投资组合了。你不能，人家规资金那么大，好几兆，你叫他买小型股，不太可能啊。他小型股股是占他一部分而已。那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当然是。将资金发挥到最高的效用，这一档股票我曾经在高档卖掉的，我昨天把它接回来啊，这个叫做沪顶8261，这是我长期操作的股票，前波段卖掉了，8261，这个今天攻上来了，买的也真的是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买的也真的是时候啊，就上来了，恰到好处，100多块的，这是我们清代。特别会员跟总统会员的股票，另外总统会员也买一档跌很深很深的股票，叫做瑞鼎，这个是驱动 IC。你想，这个逻辑很简单，群创都在涨了，友达也在涨了，它的驱动 IC LED 使用那个面板的驱动 IC 叫做瑞鼎，这个跌很深，从600多块、700块跌到这里，3592，不得不涨啊。对不对？都是跌升涨上来的，它的获利38块，上半年赚38块，今年搞不好就赚70块的股票，现在是200多块啊，多么便宜啊，对不对？多么便宜啊，对不对？你敢买就会赢嘛，这就是我们在股票看懂的这个思考逻辑去做这个动作。还有一档股票，我曾经卖在60块的达买，3645。我那时候卖，我说这个 CB 发行57块嘛，发行转单价格57块，说它大跌下来，上半年赚1.87，没有理由30几块嘛，它就会上来3645，有没有？现在也388了。我昨天买355啊，这是普通会员的，本益比偏低的，跌太深了，我355买的啦，35块5毛啊。时间点都告诉你了，怎么买？9:06买，9:06买在这边，到这边也是355啊，昨天买的。所以股票是一档接一档，获利无法挡。你要懂得这个脉动，脉动抓住了，你就会赚钱。像大同也一样啊，这个也是跌升反弹啊，也没有理由这么低啊，237开始转机了啊，这也是要转机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潇洒走一回啊，他这表示说主力的资金不够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来回操作嘛，降低他的成本嘛，
这档也是资产很多，在陆续在出这个检讨他的股票的增加他的股票的，马光一样，缓步期间步步高升，是医保的嘛，4139，我每天都跟你讲这种股票啊，49.6快要到50块了啦，我前波段跟你讲49.1不是高点了。第四季是他最营运最好的时候，马光医保在中国大陆开医院呢，要准备开100家，势必要现金增资嘛。公司要刺激要现金增资，你不做多怎么可以呢？甚至要发行 CB 啊，这种都是将来有机会的，或长单大这个合作的，这就是我们在思考上，你买一档股票要把它准备说，我要买这档，看晃很久很久很久。这个可以让你赚几倍、几倍、几倍、十倍都有可能的股票啊！大学光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不是叫你去买大学光哦，哦，它也是从30-40块涨上来的，它从30-40块涨上来的，您看它是不是从这边涨上来的？对不对？一样道理啊，故事常常发生在一样的地方嘛。中兴电，你看我什么时候买？7月19号买的。加码再加码，沿路的上来1513，很多人在讲这一档股票1513，今天又表现还不错，再创新高。一直我在这边买的，我那时候在买别的股票，我在这边买，现在直向上看，直系的细胞7月29号我才买的，我作为别的股票进来才买的，看沿路的上来，对不对？华人大买，中长线看好。你有像我这样子吗？坚持，坚持，坚持。我被洗的，杀下来被洗的，那真的是头脑胀，照抱着，抱着等它涨，抱着等它涨。另外一档股票也是今天发布利多的，叫做介林，这也是直系持有，71.5块，71.3块，72.3块，沿路买上来的股票。对不对？这个是我在除前7月12号买的，除夕那一天买的，除夕那一天买的，我沿路的跟大家讲，除夕那一天买的，71.3块，72.3块，到今天5285，86.4块，今天利多，因为他赚1.669，上半年赚2.81，但是你要知道2351赚2.29。你看他赚2.29，哎，2.92，他赚2.92，2.92，他量赚2.81，差一毛钱，股价差多少？121块跟86块差35块，不合理。121块减到86块，差35块，不合理。差一毛，怎么差35块？这是股票的看法，我还是直系的报纸啊。起基，因为它涨多了，我买进的时候也买的稍微77块多，稍微高一点，但没有关系。直系细报6285，这几天因为大盘是在跌，所谓跌升反弹的股票，对不对？跌升反弹嘛，所以它今天不会涨，它下个礼拜就会再涨。股票就是这样子，股票的道理也是如此。哦，你今天不要涨，你不要没有信心呐。哦，你一定要对股票，你要抱持的比较乐观的态度来看，或许你会赚得更多，这是我的看法。但是你要买到好的股票才可以。哦，你不要乱买股票，乱买股票真的是不容易赚到钱的。哦，所以这是我操作的，跟你讲。还有我们 AI 金头脑，我讲过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啊，对不对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要有好的工具，你就当赢家。我跟你讲，跌升反弹，什么股票跌升反弹？你有没有记得我常常以前做过300多块卖掉的智远？你看，智远在8月9号，麻烦导播照一下 AI 镜头脑，8月9号12点买的154.5块，现在拉到几乎涨停板3035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智远？你看 AI 金头脑在8月9号较劲的，今天8月12号，三天
十号、十一号、十二号三天赚一个涨停板也是不差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好的工具，该买就买，该卖就卖，一点都不含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它有哪些股票，我们要一定要第一个，你要把日期弄对，进入了这个系统，要先长，你要用长线的观念，长线较大于多空双向操作，一档一档的来做，那你就会成功哦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转强的，包括的沥青也转强了嘛，沥青转强是在八月十号转强的股票，沥青，你看它连续涨拉两只涨停板。海光，这个也是转强的股票，这个是八月十一号昨天转强的股票，今天拉上来了。这是昨天十一点三十分，21.75块买进的，今天已经涨了8.51块，对不对？来，大中 ，Mersby 的大中一样的，这个是昨天买进的股票，昨天买进在116.5，赚了5.5%。你看，你时间点是在1:30快要收盘的时候买的，对不对？你有这种股票，你看 M31 一样的，在 M31 是在跌升反弹，在8月9号买进的272块，沿路的上来赚了16.738%。这就是 AI 金头脑的特色。我不可能每一档都买了，我会选择比较有业绩的。带一般会员带会员去买，那你有 AI 金头脑是不是很好用啊？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领先市场。为什么我有办法领先市场？因为我是用分时线、30分钟线来做的，所以它一定是领先市场叫买进。很多你到今天明谈叫买进，那个都太慢了。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器，快很准。你有我这一套，天天有标股获利王大丰收。可以给你隔日冲、三日冲追求绩效、长短配置，我的出场点都会告诉你。你看我这里有一个获利点，到了他就会跟你讲。哦，比如说我们举一个 M31，它的获利点会在哪里？340附近，都会告诉你啊。那时候大的星星就会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今天你看到了 IC 设计最强，哦，然后你。我跟你讲，本来我是上个礼拜嘛，因为大家我知道大家没有什么赚钱，都送给大家参加会员，我就送给你 AI 金头脑。你看，你交一份钱两种享受，我还要付 AI 金头脑的传输费啊！我跟你讲，本来是一年呐，哦，你参加一年我才送给你呐，因为这个真的是成本很高啦。这三天。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特别开放，10个名额，参加会送你 AI 金头脑，10个名额，你要好好把握，就10个名额，不会再送的，就是10个名额送给你 AI 金头脑，赶快把握，伴手礼 AI 金头脑，一套好的软体，让你真的可以赚很多钱，你不会怕找不到股票，真的想赚钱的来，这三天。就三天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三天，10个名额保留给你，赶快把电话拨通，送给你。这个是说老实话，花一份钱，两份的享受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。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，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。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，2394-6168。
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我们现在来讲大盘的期货。那么你期货，你在操作期货赚钱的真的是很少数，因为你没有好的工具。我期货有一个 AI 金头脑里面的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，可以说啊，十拿九稳八胜算。来，我们看今天我的短期怎么操作。来，第一个，开盘不久，它可以说先上来先空，下来再做多。这里做多，在15214的时候做多，15214做多到这边15300把多单全部出掉，这里反手做空，反手做空在哪里？15293，目前获利12点，这是可以让你当冲的，用一分钟线可以当冲的。我们再来看两三分钟线所呈现的，也是呈现一个什么状态？来，我们来看三分钟线。来，我们看三分钟线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在没有反应过来，我们再把它调整一下数据。来，五分钟线，五分钟线直系的还是做多？好，五分钟线直系做多，因为五分钟线呢，它因为赚很多很多，前波段所做多的赚这么一大波。哦，做这么一大波了，你看哦，他这边8月10号下午就开始做多，大赚大赚。你看14900做多，到这边赚了300点出场，你看出场以后，然后回来再做多，现在还没有出场，这是比较中长线的这样看法。所以你看，你可以用一分钟，用五分钟线。你要做流张单，做五分钟线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是包括盘后的，我这个软体可以让你做盘后的，因为你下班没事，3点以后又可以做盘后，这个软体好用就是这样子，哦，可以说这个你只要会用，那会赚很多钱的。而且除了这个指标之外，你可以看底下这个叫做红买绿买，你假如说看到红的，你就一直爆爆爆爆爆爆爆，这个绿都不没有问题都。所以目前来看，这个比较多一点的，它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会叫出，然后就要较劲，就可以又较劲。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软体，它可以给你，可以让你真正的赚到钱了。那你要看一分钟、三分钟、五分钟都可以。哦，一分钟做短线的，五分钟以上你就可以，这个长线可以不可以爆？那我的操作很简单，长线单做小台子，短线单做大台子。因为长线单要流仓嘛，比如说这个单昨天就流仓了嘛，你才赚更多嘛，对不对？但你又不能用大台，因为风险相当的大，你风险大的时候，你去做大台很容易受伤。你用小台做波段单，用大台做短单，这样长短兼备可以赚大钱，这叫做神乎其技，对不对？这是内行人讲的话了。你我期货93年全国考试第一名了，我讲完了，那时候没有考古题啊，刚刚开始而已，但有考古题，我都是读外国书嘞，一考就中，我的问答题还考特别高分嘞，对不对？这表示什么？理解，期货除了理论之外，当然你要有战术了，有战术了，期货可以衍生什么？股票期货，股票期货。比如说，你现在有所谓的运输航运的这个指数嘛，半导体指数都可以做，那你也可以做股票期货。像我那一套，我这一套 AI 金头脑里面的有星号的，就是股票后面有星号，那就专门来做期货的。好，比如说2603就有期货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一波能够做多上来的，赚很多啊。到这边你就退出，对不对？那你假如这波知道他要这边已经告诉你了嘛。都是走空的嘛，均线走空，你是空它，空这么一段，当然这里有除权，这里空这么一段就赚多少，对不对？那除权以后，你就慢慢等，等做多这么一段，你知道股票期货的杠杆多大呢？一天可能赚75%呢，一个涨停板呢，千奈头它是7倍呢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你要赚钱就是，我曾经带过一个股票期货做长龙，
从300万赚到2400万呢，三个月就是这样赚了。他就是这样坚持，够熬落去，够熬落去。那时候长龙走大头头，他看我在做长龙，从101块做到230，哦，出掉我说你来回头做空打，他听我的话，230开始打，90块全部回补，敢赚多少？人家是这样赚的。股票期货是很好做哎，而且这个是大生意，可以让你以小博多，以小博大。你做到这种程度，除了股票期货、股票之外，期货之外还有股票期货。那选择权我是建议比较少做，因为选择权你只能做周选择权，你也可以做 A50。像我特别会员就做 A50 啊 ，A50 也很好做啊。那你找高手将这个 A50 来，我们拿个 A50 给你看。A50 这个也是 A50 啊，每天都可以当冲，你知道，冲来冲去 A50， 因为它波动大，而且又不要换币值，直接用台币到你的户头，你就可以直接做 A50， 天天 A50， 五十点了。期货我们每天赚个30到50点，做一趟到两趟当冲的波段单，看波段单可以爆就细爆，不行就推出，对不对？做小台，风险降低很多，我们可以加码到。因为小台4口嘛，才等于一口大台，可以8口、16口、20口都可以。那你就阿索比就有了。你要赚钱就要这样赚。你们做期货啊，天天看人家表演，什么一天赚多少，黑龙阿萨布鲁。你跟着黄世明做，我们有好的软体，我就带你做 AI 金头脑，神乎其技。你真的想赚钱，就跟着我们来。我这一套完全用 CDP， 然后用。这个所谓亚当理论把它灌在里面，有适当的停损机制。股票期货或者股票或者期货最怕的是没有停损，没有停损，你一辈子所赚的钱，可能一波的修正波4000点，你全部化为乌有，把这10年所赚的钱，可能就在4000点赔光光，甚至是腰斩。我看到一个卖菜刀的一个欧巴桑参加三个月，从1000万变成200万，他还不是到那边照讲。讲的好像神一样，结果是赔钱赔的一屁股。现在的投资朋友，这些金光党你们还相信？我真的是，哎，心有戚戚焉呐，替这个投资人在惋惜啊。一个土城的杨小姐，她讲给我听，别靠边你，你们不要受骗。说老实，我不是说大家都在骗，不是，而是你要找一个靠金低头明。我们是讲求纪律的。我们是讲求诚信的，我们是讲求容易的，不是在那边胡说八道的。我永远保持了一个亚当理论的观念，一定有停损，因为做期货、做股票，你没有停损，我跟你讲，你迟早会被抬出去。我跟你肯定的跟你讲，股市制胜之道，大赚小赔，不是稳赚不赔。你现在参加我的期货创始会员 AI 金头脑，送给你不要钱。我跟你讲。参加会员花一分钱两种享受，包括股票 AI 金头脑的部分，今天开放只有10个名额，想要的赶快来，就是免费送给你。参加会员可以花一笔钱赚2份的东西，这个机会没有常常有。今天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3天10个名额，赶快打电话拨通来抢这10大名额，免费送给你。谢谢各位，我们祝大家下个礼拜操作顺利，看多看多看多。谢谢各位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